哎，Hello，大家好，我是八代。哎，今天跟大家聊聊咱们这个热点事件啊。你再看到了我这个题目叫“一个女性主义者女生能不能喜欢一个男权主义者男生”啊，就是你看啊，我举的这个例子，大家可以先就我这个问题，然后先思考思考，然后咱们再往下看哈。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最近在网上，比如说豆瓣上，看到很多小组里面的，特别是一些播客小组里面的一些评论啊，一些辩论，一些甚至是一些攻击和谩骂。有很多所谓的女性主义者，他们在下面就是说，哎，你是个女的，你怎为什么还向着男人说话呢？你为什么还喜欢男的呢？或者说你还想要结婚呢？你还想要？怎么维护婚姻制度呢？对不对？这就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奇怪的，就是说，那么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这个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自由的定义。好，那我们从这个问题我开始慢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条件、什么因素可以阻止你施展自己的自由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有什么事情拒绝？因为比如说，我喜欢一个谁，或者说我替谁说话，我维护某个人，或者维护某个制度，或者是我保护谁，替他争取权益，这些都按理说都是我的自由。那有什么条件可以阻止你施展你的自由呢？在我看来啊，我说我的答案只有一种，就是当你施展你自由的时候，侵犯到了别人的自由，那么就。这个是不可以施展的，就是包括侵犯到了别人的身体啊、健康啊，或者是精神，这些都是不行的。那么，只要你没有侵犯到这些，那么我认为你可以尽一切可能做一切你想要的事情。在我的理解是这样，自由它就像是一个广袤无垠的宇宙一样啊，大家可能都能。曾经听过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你的自由边界是你不侵犯别人的自由，但是大家可能没有仔细的想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的意思是，自由它虽然属于好像某种天赋人权，但并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组织给我们列出来，哎啊、人类这种两脚兽啊，直立行走的两脚兽，拥有100万种自由啊，这100万种你们可以随意拥有，就好像我们去一个餐馆。啊，你可以点100种盖饭或者是什么菜一样，没有这样的，没有。你听过谁给你数一共人有只有几种自由吗？没有的。所以，在我看来，正确的理解他的观点是，自由它像广袤无垠的宇宙一样，它无边无际。宇宙嘛是无边无际的，但好像也有一个边，因为我们知道宇宙一直在膨胀，因为。它虽然在人类的能力上我们没有办法触及到它，但是好像宇宙确实还是有一个界限在，因为它从那个起点大爆炸一开始往外扩张嘛，对吧？熵增不断的在扩大这个东西，但是这个边界却并不像是一个我刚才举的100万种多少种这个固定的一个菜单上的边界，它好像如果说边界，我觉得不太恰当。更恰当的说，自由应该是有一种像法则一样的东西，就像宇宙一样，宇宙拥有的那个东西，它不叫边界，应该叫法则。比如说，熵增叫法则，红移叫法则，光速叫法则，种种的这些东西，宇宙有这些法则，而自由的唯一法则就是你的自由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那在这个结构上，自由是需要什么的？需要去我们去自己去发现、拓展的。这个我觉得是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是没有想到，就是大家以为的自由是说，我可以选择今天吃什么盖饭，我买什么牌子的手机，我去哪个城市旅行，这些自由好像是我与生俱来，看电视、看书、上学，老师、家长、同学都告诉我，哦，好，这些你可以自由做些选择，但这些自由其实是我没有自己努力去拓展到它，不是我。自己那么去发现新的东西，而在我看来，对每个人都一样哈。每个人他的自由都是要靠他自己拓展开来的。比如说，假如说我是出生在一个，比如说医生世家吧，那我的爸爸妈妈一直都希望我当个医生。那么对于我来说，我突然想从政，或者是我想去当明星啊，当演员，那么这个就是我自己拓展来的自由。
没有人给我这样一个东西，也没有一个人给我列一个就是表格说，哎，你有这100万种自由，其中包括一个当演员，没有这样的东西，而是我自己发现出来的。而且我也很可能我受一些固有的观念，我会觉得啊，好像比如说长得不到什么好看的程度，或者你身高不到多少，或者说五官不够怎么样，你就不可以做某些事，对不对？很多社会规则告诉你这样，但其实。凭什么不存在？这些社会规则跟我刚才所讲的人的自由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毫无关系。哎，他们跟所这个宇宙里面这个法则，大家就可以把自由理解成这个宇宙，宇宙里面唯几的那么几条法则吧，对不？我刚才讲的这个熵增和光速不变，这些包括力的作用相互的这些法则，这很少的，很少这条，自由也是如此，它基本没有什么其他法则约束你，只有那唯一的一条。就是你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而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通过惯例，我们的平常的生活人与人的互动，可以直接能识别出来的，我们有没有侵犯到别人，不需要白纸黑字写明啊，有100万种形式侵犯到了别人啊，有100万种形式没侵犯到，不需要任何写明的这个东西。所以，那么就回到我们最初开始的话题，一个女性主义者女生能不能喜欢一个男权主义者男生？当然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在我看来，有些。女生对女生的批判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们说啊，这些女生好像在用言论和行为，帮着男生在维护他们的利益还是怎么样来说，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女性主义者，他们真的就不是女性主义者，他们真的不是这样的，而他们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们在我更贴切的，他们叫做一个左派。或者叫做激进主义者啊，这个左右在我看来，我简单的给他一个区分，大家可以就是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定义啊，在我这里，我给左派的定义就是说非常激进，非常想要急于求成的快速的达到一些东西，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这是我这里的定义哈，仅用于此，其他的任何方面和场合你们自己再去定义哈，所以这是我对这些左派的看法，激进者的看法，所以说。我自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会跟激进是相对立的，我是保守主义者。所以说，女性主义在我看来是一个名词，对吧？对吧？这个主义我们先不谈，先说这个前面主义前面这东西，我会称自己为什么呢？我可能会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是一个私禅主义者，因为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可以称之为一种方法的。比如说，我想达到自由的方法是保守。保守住某些东西，对吧？维护住某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的自由啊，维护我的一些价值观、意志，维护这个全人类共同的一种普世价值，这是一种东西。那个私产同样也是方法，通过建立私有产权，巩固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个信条来实现某种东西。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共产主义它也是这个一个方法的一种主义，我是认可的。比如说，有些人称他是共产主义者，我认可你，这个你是一个方法。但相对的，比如说，环保主义者，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概念，因为正如女性主义这个概念一样，环保主义和女性主义，环保和女性，其实这是一个概念，一个名词。那有很多途径能实现环境保护，能维护我们这个环境。有激进的，有保守的，对不对？有很多，比如说，有的环保主义者主张把人类都消灭掉了，对吧？用几百颗、几千颗原子弹，啪把人类毁灭掉，然后让地球自己去生长，那也是一种，对不对？有的环保主义者就说，从我们身边行动起来，捡垃圾，然后垃圾分类，这就够了。有的环保主义者甚至延伸到了说。我们要退耕还林，我们要维护动物，怎么样？就这都是有不同的分支的。所以说，环保主义这个概念，它这个在这这一个概念里，很多的分支，他们是互相打架的。正如女性主义者一样，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和保守的女性主义者，他们必然也是要打架的，因为他们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虽然可能大家看起来都有共同的目标，就像共产主义者和私产主义者一样，大家的共同目标是为了什么人类的幸福还是怎么样，但是大家方法完全不一样。那么在实现各自这个理念的这个道路上，因为我们想采用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必然我们的行动具体会一步一步都是针锋相对的。所以在我看来，你要把什么事儿变成一个叉叉主义，这个叉叉更合适的是用一个方法。
来指代它，而不是用一个名词来指代它。就好像我能说我是一个苹果主义者吗？我不能，但是我可以说我是削皮主义者，就是吃苹果我要削皮，或者说我是不削皮主义者，我不削皮，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那至于后面我削的是苹果还是梨还是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方法，当下此时此刻我们采用的这种种的方法，方法决定了我们行动，方法背后的是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我们要维护的那个东西。而两个，比如说，两个。保守主义者，他们因为拥有了相同的方法，虽然他们可能保守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因为他们相同方法，他们仍然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而在我看来，就算两个人拥有相同的这个最终的宏伟目标，但是他们的方法不一样，在我看来，他们也难以成为亲密的战友。这是我的对这样的理解啊。话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所谓这个女性主义这个圈子里对男性对女性的这些攻击，而且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男生在一个B 站视频下面就是说啊我不想要孩子，然后因为怎么样，然后这是在我看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发言啊，就是表达了一个他的一个人生一态度嘛，人生选择嘛，对吧？男人可不可以不要孩子，这是他的自由嘛，对不对？男人可不可以要孩子，这也可以存在自由，但是这句话并不代表说。这个人，狂妄自大到说，我拥有什么，完全100%的，掌控一个，孩子的出生与否这个权利，没有，这是只是代表了他对自己自由的理解，而不意味着他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大家能明白吗？自由跟权利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男的并没有主张说我一定拥有什么东西，不是的。但是这里就有很多所谓的女性主义者跳出来说，哎。你凭什么这么说？一个男生怎么可能生孩子呢？就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大家说是女性有子宫才能生孩子嘛，所以你说这句话就代表着你这个男的就不尊重女性，你妄图领导女性，你妄图控制女性，你妄图把女性当成自己的私产，哎，好像你这个男的就罪大恶极，因为他用这个词汇。不够明晰，他这个句子不够指代性，不够清楚，好像这个男的就给他扣上一个巨大的帽子，很邪恶，这是个男权主义分子，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好吗？大家，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这个男的只是说，因为什么呢？我们要想生孩子，对吧？大家两个条件嘛，对吧？男的也得提供帮助，女的也得提供帮助。那反正在我这条看来哈，我是绝对不会提供帮助的，所以我当然可以决定自己没有孩子喽。所以，因为我不提供帮助嘛，对不对？那我当然我可以决定，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那同时，我的另一半他想不想要呢？这里面我没说，这个男的从来没有表达过关于他另一半的任何的他是否要干涉的意思，没有。这里男的只是在说自己的选择而已，对吧？就好像两个人一起去一个吃饭，说这个男的说我今天不吃面条哈。然后就有一个人跳出来说："哎，凭什么？你以为你是能种出来面条怎么样？你以为你家是种小麦的吗？你以为你懂农业吗？你是农民伯伯吗？啊，你是厨师吗？你凭什么以为你自己就能做出来面条的很好吃的面条呢？就好，就像我看来是一样的荒唐。这个男的只是表达了这个意见而已，并没有干涉其他人说你们不准吃面条，或者说你们一定要吃面条，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些人跳出来说，在我看来，这些所谓女性主义者，他们跳出来说，因为他们。"也做不到别的东西，在我看来，明白，大家能理解吗？因为在现实的环境下，你能做什么呢？对吧？你做不了别的东西。你为你这个目标，其实说实在的，为什么有很多人盲目的用一个名词后面加一个主义来概括自己？因为他们其实找不到自己想要实现的那个方法。大家能理解吧？所以说，比如说我是一个清华主义者，我想考清华，但我请问问你。你想考清华，你有什么方法吗？那我们就要再具体的思考了。那可能很多人有方法。我英语不好，我是一个死记硬背主义者，可以。或者说语文我作文不好，那我是一个广泛阅读那个多写多练主义者，那也可以，对不对？你要找到这些方法。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面对比如说维护人与人的平等和利益的这个情况下。那很多所谓女性主义者，他们这个只知道这个目标，但是他们不知道具体的方法。那或者是有时候他们知道，但是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不允许他们这么做。那我都可以理解，你们可以不做，你们可以在自己小圈子里，在自己就是慢慢在自你们自己的群里就是自嗨，可以，就是你自嗨图个乐，这也是你们自由嘛。但是你们何必就非要出来攻击别人呢？对不对？然后。
他们攻击别人的是什么？是用一些自己发明的一些词汇，比如说什么男宝、什么破防了。你一旦跟他们讲道理，说，哎，你破防了，这男的破防了，非常荒唐。这好像很多年前有一句话，我非常不能理解，就是认真你就输了，凭什么认真就输了啊？他们好像说，哎，一旦这个男的要跟女的讲道理，这个男的就输了，就破防了啊！你妈，我就觉得这些女的，你们难道都是那个拳皇玩家吗？你们是街霸玩家吗？那只有在这个格斗游戏里才有破防这个东西啊！别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讲破防呢？我本来也没防御什么呀，我只是正常的一直表达我的一些价值观，然后我跟你讨论点问题而已，我也没防着你什么，你也不能伤害到我怎么样，所以没必要防你。都隔着网线，就十万八千里的，我有什么可防的呢？然后你说我破防了，难道他们觉得就是说一个人不搭理他们？然后，就把他们晒到一边去，是正确的吗？对不对？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交流，不管他们是讲的道理是什么，咱们先不论道理对错，咱们就说，一个人愿意跟你在网上沟通，然后摆事实讲道理，我觉得这态度是很好的，对吧？我没看到那个男的在骂别人，从来没有，反而是那些所谓的女性主义者，他们说啊，一口一个很污蔑、很肮脏的词汇叫着，对吧？然后一会儿说，宣布我胜利了，因为你破防了，我就赢了。世界上真有如此简单的这个逻辑链条吗？因为对方破防了，我就赢了啊？什么逻辑？我不能理解。咱们先不论这个破防到底破没破啊，因为本来也没有防，就论这个破防就赢了，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儿？所以我说。他们其实，因为他们实在是办不了，感到无力。对，这也是我觉得，我非常认可的一个前辈，他之前在台湾讲过这个事儿，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为什么海外很多这个人，他们就是互相就是那个打架，打口水仗，因为他们对中国的现在做不了任何的行动，因为他们没有行动，也就没有方法，所以他们只能就打嘴仗。真的是，所以我说现在很多这个女性主义者圈子里的，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方法，所以，在他们就是发明一些名词，发明各种各样的词汇，而好像这个就像是我们之前说的所谓的我们嘲笑的贾跃亭的生态化反一样，你发明这些什么什么生态化反，是发明迭代啊，发明赛道，发明复盘，发明这种是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下来，其实目的是什么呢？彰显你的价值嘛。我在这个工作里是有价值的，我做了工作，我希望得到这个圈子里的人的认可，不管是同事。是下属还是领导？我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彰显我的存在感。同时，我为了融入他们，当他们发明了一些什么词汇的时候，我也要积极学习。但抱歉，这些东西对这个整个的一个事业有任何帮助没有？完全没有。他们起到的只是把你们这个圈子和别的圈子隔开，然后让你们这个圈子里产生内卷，产生互相彼此的争先恐后的搞新发明。我发明了一个东西，然后让你们来学，你发明一个东西，让我们来服从，都是搞的这样的一波东西，真的是我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就是我们讲这个社会，反内卷不光是要反所谓的这个资本家，还是说领导上司，还是什么体制的这个内卷，是我们也要反思反自己，是不是我也在卷别人？而且用这个卷，好像因为我这个卷不是说大家拼命加班工作，而是在发明一些新的词汇，创造一些新的语境，然后用一些代号来称呼别人，好像就搞得我就比你们懂得的更多，因为你们只懂得这些表面的词汇啊，我已经懂得代号了啊，我能熟练运用这些代号。我说一串话几百个字，我里面前言不搭后语的，是因为你不理解，但其实里面都是我的代号啊，因为你这个行业很浅，你是个菜鸟，你是新人，你学的不深不精，这些吗？完全不是的，你这些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内卷，在消耗的你的精力，让你产生一种我很厉害的幻觉。但抱歉，完全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不管是什么主义者，我的意思归结到方法上来。所以，那我其实就是还是那个意思，自由它像是一个宇宙一样，它是无边无际的，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创造的过程其并不是让你创造那些虚假假大空的词汇、生态化反，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对你人生有任何指导价值吗？大家都知道什么什么领导体，一个老干体在主席台上滔滔不绝发言1个小时，讲3点怎么样？那些东西没有用，大家都深受其害。但你在自己的这个圈子里，你看似在做一个很新潮的事业，但是你也仍然用他那一套老干体。
那一套话术来武装自己，这是很弱的表现，很弱的表现。大家要去掌握方法，找到自己的方法，一点一滴做起。即使是微小的改变，那也从行动开始，从方法开始，从切身的实践开始，而不是从那些假大空的概念开始。好，我是八代，今天就到这里，拜拜。